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回来我们的 Car Parking Multiplayer。好，那我们在开始时候，我们就照样玩我们的等级模式。那这次我们一次玩两排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好，那就一次两排开始吧。第一关就是把车停在上面，OK，好。停车嘛，对不对？停车，然后先倒车到这里，打低档，然后就往上飙。然后转弯，然后到这里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停的。了，好，当我没说。好，OK，那好，花了38秒，那我们进到下一关。下一关就是把车停在这里嘛。哎呦，这样越野赛是不是？然后就开车嘛。开车，哎呦，差点撞到！然后倒，哎呦啊，开太快了，撞到！好，那重新吧。真的很怕翻车，我天哪！啊！直接失控，然后停在这里，倒车。OK，好，这次花了24秒8。OK，好，这停在这里加油嘛，这里转弯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。OK，好，挺好，花14秒05。这是用卡车是不是？请问我是在玩卡车游戏还是在玩什么？来转弯，然后停车。OK，花13秒6，蛮简单可以停车，把车停在这里。这难度有稍微比较高一点嘛，他倒没说，一样简单，花11秒8。OK，好，停这里嘛。OK，好，然后往后良好停车习惯，哇，18秒点1，这次花的比较久一点。这次德莱素嘛，德莱素 OK，好，开这么好的车，然后就德莱素。OK，好，那来看一下，这次花21秒点1，来看一下还有多少关。还有3关，那我们就继续过吧。取餐，OK，好。取餐，好，这没问题，花12秒，然后接下来就是离开了。
OK，好，把车停在这里。哇，16秒点三，下一关。OK，好，这里是停车，就是这样，把车倒车入库的概念是什么？哎呦，好撞到 boss 撞到喽。OK，好，这个是要倒车入库是吧？哎呦，前面怎么凹一大块？我这啊哈，不小心，不小心打到。啊，怎么撸到了呀？哦，我，哎，好，我看来应该是不，以后不适合考驾照，以后不适合开车。这以后开车，我这个考驾照我要怎么过？好，继续回到我们倒车，打阿档，给我打档这样。好，不给我打档，我就，那我重新好，还是不给我打档那。先退出再进来吗？我试试看，退出再重进会怎样？好，可以，这次慢慢来。好，倒车。这是终于可以了吧？OK，好，结束。这次花了19秒点8，那我们先回到主画面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有20万呢，我们就先买一部车。这部车应该在编号27。OK，好，就是这台。30的 EVO 吗？然后把它升级一下。这个配色哦，我是希望把它改成那白色。那这个。OK，好，就这样。那轮框的话，这种颜色，玻璃的话就给它改全黑。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然后不要用任何颜色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用，这个引擎的话，引擎是吧？到时候再换吧。然后这个涡轮最好，轮胎最好。然后这个装一下，这个装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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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一下。好，马上没钱，boss。好意思，马上没钱。那我们就先这样吧。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就给它重置，应该亏到最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能够。达到多少公里？没有改的话，就改轮胎那些了。那这台车的话，我们就
先来测一下速度。我刚是不是听到 taxi？ 这不是计程车，好吧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什么东西。不，你当我计程车啊？这，你当我计程车的概念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我有5000块，就是我达到100公里。你真的当我计程车是不是？我计程车不是这样坐的啊，过头过头过头！我说我这个计程车司机当的多称职啊！把他载到这里就对了，他那个监狱站人员呢？监狱站人员是这样子。OK，好，922。这其实也是一种赚钱的方式啊，看大家要不要咯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改车吗？那我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想法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就慢慢去弄钱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